前列腺肥大吃药会有副作用吗？药物治疗来说，基本上都会有副作用，但是因人而异啦。它最常见的副作用叫滋生性低血压，啊，当然这部分血压会降低，不过通常不一定每人都会发生。如果真的发生的话，我们可以改变药来治疗，所以通常吃药可能会有副作用。